定要定心神，知道吗？对不起。你为何与我道歉？若你我不曾相遇，我从未爱过你，你我也未曾，就好。阿离，我活了这么久，数万年的光阴，可最让我庆幸的，就是遇到了你。可是你遇见我，你便受到了天罚。我受到逆天惩罚，并不是因为遇见了你，而是因为失去了你。如果选错